三一三。他想的话，我就接了。对，你知道我们昨天在演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。真的、哦？因为我的手机坏掉，我关不了它。关不了。对，因为我即使关了，它还是走心。哇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谁打电话我要杀？所以真的有声音就出来了。超大声！超大声！哎、欸，这很安静，很安静的时候。你也没办法关成那个震动的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他已经失控，在喘息。对，我在喘息的时候，它响了。你看，气死我！好，然后我们 all set。好。所以我要出去带东西来了。对。下来，这个酒店那么多人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啊。